冻结了啊，劳动节特辑，我们这个叫反卷风暴。好的，反卷达人拥有一次无条件一键下班的权利，有可能吗？你确定？一键下班？不是，你可能你有这个，我们能不能你有这个权利没有？就是你一个合同，拍着，你要把那个签订两个字给我写清楚。哎，我们这有法务吗？法务在。没不好使，你这不好使。我们实在去印章给我拿出来盖着。联系一下律师，你一个合同，合同草案给。要不你就直接现金最保险。我们最后跟这个意见下班的人，我们写一个协议书，好吧？我心结，电话写一个协议书。盖章的那种吗？时代工具人，不骗时代工具人。好，我们接说啊，对吧？来啊，括弧今天不可用啊。就像开始了，我可以先负二吗？为啥呀？为什么？赚不到我这，我就已经倒了。来吧，来吧。抽检查。好，那要先针对我们团的养狗人是吧？我没有养过狗，还有养过我，等一下。朋友们，我们合同已经拟好了啊，大家努力争取一键下班啊。不是，你这个是员工的合同，有法律效应吗？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你别把我的那个签名给截下来，贴到另外合同签名去了。谁赢是吗？谁放的多谁来告。就我今天让他们不放呗。那翔哥你的。我没有出去旅游。我好像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我也没有啊。谢谢，我负一了。那我也负一。大家都没有吗？对，我有啊。哦，他有啊，他三亚那个紫色丝巾啊，他跟他们爸妈。你们小时候从来没出去过旅游。对啊，是我是今年，意思是今年，我今年也没出去过。今年才三月份，我今年没有出过去旅游过。那我今年也没有，没有，今年才三月份。对啊。下一个。我今天没有吃午饭。真的假的？真没吃午饭。我没吃午饭，我只吃了早饭，没吃，我吃了。午饭是哪？午饭吃了，你吃了，你吃健身餐，我看到了。这游戏还搞欺骗？哎，你也吃了，你吃的那个，吃了粥吗？吃了盖饭，我只吃了。你吃了盖饭，吃了盖饭，我吃了盖饭，你吃了盖饭，你今天你们啥新闻哪是一个人？我这吃的稀饭。洗手间是吗？我吃没吃？早饭，我没吃。早饭，啥都11点过了，还早饭？我来的时候都10点了，是11点过，中午了。没有，我吃的早饭嘛，妆都化完了。也不是你们早中饭，你是代表总体，是不是跟他们一起吃的？张队员在我旁边吃那个麦片，我发誓没有。肥牛拌的是谁？我发誓我没有吃。来请现。我发誓今天我没有吃。我李耀文要是今天吃我。我就是没吃啊，没关系，好，没吃。我吃了，他吃的肥牛饭，我吃了我就内卷了，对，然后我就得这样，剩下你不买，他买，没吃的搬一个，没吃的搬，那你吃了呀，你让他问我吃了我没，啊，吃的肥牛饭，那个也不算健身餐啊，我那个不是3点钟吃的，就这样，想掰的就掰好吗？就我不掰，我光明正。啊，光明正大是吧？他内卷了，我弄虚作假了，我也弄虚作假，我也啊，该我了。我看了，是养过狗，我确实吃了，我吃了肥牛饭，养个狗。你我没养狗，你还没养？你也养过狗？哎，我没养过狗。其实我只养过猫，我的狗是我姐姐养的。我可以掰了，赶紧，赶紧，你养过？不是我姐姐养的。那我一定再掰一个是吧？我养过狗。不是养了的别掰，养了的别掰。我养了的，我没养。小梅养没养过，没有的事儿，没有。就是你没养他的，就他的问题掰。他说他没有怎么怎么，你就没有怎么怎么才掰。对，懂吧？所以没有养过猫。你别这样搞。有几个人养过猫？对，针对我呗。到时候要针对他了，就针对，针对一针对，针对。别听他们啊，马哥。今年没有打过篮球。哎，我打了。
我打，哎，我打不中。就是你们可以掰一个。没打，没打，没打。没有。你没打啊？没打。你今天在下面拍的那个黄球。嗨嗨。对啊。就是说，是不是篮球？算。那是不是篮球？打篮球，打篮球，拍了不就是打了吗？对。太好，然后就马哥一个人。我没打篮球，我没打，太成功了。你怎么没打？又没打了。你怎么没打篮球？阿哥出视频了。好，听他说，听他刚刚的。我没有。你好，我去视频了。我三了嘛，我三了嘛。就一了啊！我没打过篮球，今天没拍那个黄球，没拍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怎么就一了呢？然后我在那个没吃饭，就一了。那我得说个啥呢？张哥没说吗？我还没说，我都没有事了。三个，我还在思考。我今天没吃魔芋爽。哎，我也没吃，我没吃，我没吃，没吃。有人吃过吧？没吃，我没吃，我是真没吃。我发誓我没吃，我很想吃来着。一个都没吃，没吃。我真没吃，我真没吃。索学院肯定吃了的，我绝对没吃，我发誓吃了。我看到了，你发了三，你发了三，吃了。我看我如果吃了，我剁了我的。一个个，一个个，一个个小小年纪，你们真的没吃，我只吃了，我只吃了那个。大家都不掰，都不掰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都掰，都掰。掰的多谁赢？谁掰的多？我不掰。OK， 到贺了。我没有一个完整的脑袋。我也没有。哎，算了，我有。我也没有。我有。我连这个都弄不了。这个我承认。我有。我有。我承认。我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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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对啊。我脑袋现在是不是都是扁的？这个你见过大脑袋吗？你们都没有一个。我有，我有，好，我有，我是无脑。这一坨都算脑袋是吧？我等一下，这个问题他跟我说，等一下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们不要怎么打？没有一个完整的脑袋。OK， 现在谁掰了？这样，我脑袋上面长过痘，挤破了，它是不是不完整了？好，可以。有道理，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行？掉头发不？我的脑袋完整了。好的，脑袋完整。好的，到我了是吧？我脑袋，我不给你们。我是不是也可以剪呢？可以剪，可以剪，可以剪，可以剪。是二还是三来着？哎，不对，我是五根手指啊。我五根手指啊。这个游戏，那是不是我可以开始说了？换了三根了。OK， 我四根了。我没有残缺的脑袋，我没有残缺的脑袋。那我也没开始。我也没。刚刚你们都说有。我说的有啊，我说的有。你们刚刚谁掰的时候，谁能知道？我掰不了，我就没掰。我刚刚没掰。那就我就有，能掰一根。没事，那好。跟谁了？我。廖文。我没有剃过光头。我没有剃过寸头。那我剃。马哥应该是小时候寸头。杨翔寸头。剃过，你别说了。剃过，我们那叫寸头。杨翔肯定剃过，我有，我没有，还是剃过，还是剃过寸头。我现在剃过，我都没剃过寸头。好，过了这个啊，这个剃过了。我也剃过，我到现在还有那个照片。我也剃过，我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，我也不是剃完之后被妈妈。那我都剃过，你也都剃过光头？你说我不是啊？我信了，你刚出生，你毛发旺盛。我信了，你刚出生，你毛发旺盛。我没说我，那我也剃过寸头。好的，那你们，你对呀，对呀，你就那你为什么？那你对呀，那就掰不了。说的没有，他说他没有。哦，我没剃过寸头。你脸皮真厚。你不可能。我跟你说，玩的就是虚假那一套的嘛。李哥，可以。你没有养过猫？哦吼。哦，行。我也没有。我可以。我也没有。我掰不了，我掰不了，没掰。这人你养过？我本来就这样是吧？没掰，确实没有。开始针对了，看。你看你该我了是不是？可以针对是不是？对，我没去过成都。哎，巧，去过，你去过？去过。哎，他去过吗？没有，他没在，他没在，他没在。你去过？我们那几次，你去过？我去过。你去过？我没去过。你没去过？然后巧了，哦，对，然后巧那个，我没去过。巧了，真没去过成都啊？真没去过成都？我也没去过，我是真没去过。都江堰算吗？说了成都的嘛，他又没说四川。哦，那我就没说。那你掰吧。都江堰。你掰了五根吗？那不能说这两根三根呀。你可以啊，你没去过。去过，我去过郑州。我还去过吃过。我没去过郑州。我也没去过郑州。没有去过。那谁了？我买的没去啊。哎呀，去过吗？这不就是吗？对嘛。那是洛阳。洛阳。好，孙轩，你说，孙轩，你说我没有去过马家琪的家。你说我没有去过马家琪的家，赶紧的，来一个。马哥说了吗？马哥说了，我没有家，我没有家。
啊？什么？你这个话都说不出来，你这个话都不至于吧？一个游戏嘛，哥，哪个一个游戏？这是还是那个什么？有点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想要钱给我。我还可以出现。我想有个家，我家他家人，所以不需要给我吧。哎，小宋，没穿百万，我没穿百万，我黑袜，穿的黑袜，黑袜，黑袜，我是穿的黑袜，过分呀，这有点不近人了啊。黑袜，黑袜，黑袜，鞋都穿黑袜子，黑袜子，黑袜子啊，那我哎，我白一个，我是黑袜子，你白袜子，我确实是黑袜子，我没穿我就不能掰啊，哎，这什么？我没有袜子，你没穿过你就掰，没错，你给我搞一个，我穿我就掰。我没有去过美食家，我去过，去过啊，你去过，他去过，他真去过，他真去过，跟哪家亲爸爸相谈甚欢，相谈甚欢。我没有那个啥，穿毛衣。我真正营吗？意思是我这是卫衣，我也没穿毛衣啊，我也没穿，我没穿毛衣。我以为你要不是穿的毛衣，针织衫呀，啥意思啊？不是，我今天没穿毛衣，你对呀。哦，丁哥被针对了，是不是？丁哥被针对了啊！丁哥被针对，我是穿的毛衣呢，针对我是穿的毛衣呢。所以没来像针对我是吧？是吧？我给当最后一个是吧？真的，我没有经过马家琪卧室。你怎么会去？不可能，你绝对进过，你去过郑州家的卧室，真的，真的说不可能，我也没去过郑州家，你得分你都不要，谁去过郑州家的卧室啊？我三个，针对你，就针对你，这针对马哥，对啊，太棒了，我没权了，下一个，哎，到我，那时候是全折完了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我没有获得经常来本选的，我没有获得赖不之神的称号，这有点确实有点挑战了。我是黑袜子，我是白袜子啊！我是老六，我是白袜子啊！开玩笑，哎，给你讲，开玩笑，怎么给开玩笑？就这个两面派，太两面派了。不是，我刚刚给你没算，是吧？我本来都不给算了吧？不行不行，赶紧下去吧！现在插秧的一样。我没有穿白鞋，四爷针对我了。哎，我也没穿白鞋啊，你是白鞋，就是白鞋。你知道那个公孙龙有一个理论叫做白马非马吗？所以说白鞋非鞋。哎，那是不是只有白色的才穿白鞋？白的就是全白，全白，全白。大面巾。我跟你说嘛，我提出一个新的理论，叫做白鞋非鞋，可以吗？是不是纯白的鞋才？哎，我哎，下一个。我没有支持。那些痛的记忆，落在春的你。我应该也拔完了，所以我没有支持啊。你有支持？目前来说没长出来，是不是算没有？看看你的，我拔了，医生说没长，没长出来，就是没有。应该是有了，谁知道啊？不，估计是我做梦。走，开始。确定我的支持吗？就是这个支持，你拔了，你不代表你拔完了。对呀，他有没有？人家没有。我怎么没拔？没说就是没有。对，就是没拔，就是没看见。那我再说一个行吗？不行。再说一个，我操！那边有个，我都拔了。小尺才露尖尖的，我没有买过吉他。张哥买过，丁哥买过，我没买过。马哥也买过，买过。Sorry， 买过。Sorry， 真的好多人。我也买过，我们这一队的。你要想买过吧？我买过，我买过，买过电。我没买过，我没买过。我也买。好过分啊！这个很过分。张志远还谈到我呢，太过分了。就已经在宿舍在谈，就聊吃的吗？什么人？啥？那就针对一下他吧。我今年还没回过重庆，我也没回过。今年回过，我今年马上就要回了呀。哦，对呀，还没有回过成都。耶，就你没回过成都吗？重庆。今年2022年1月到3月6日之间，中间我没有回过重庆。那我也没回过。我也没有回过。哎，多少号？你回过。一月多少号到几号？你刚回两。3月6号。对。咋都回过了，回过了，咋都回过了。我是31号回的，12月31号，回到几次？你是多久回来的？20回了吧？对啊，当然是。该我了是吧？对。我没有穿黑白色的牛仔裤，黑白色牛仔裤，黑白针对。哎，我不是牛仔裤，黑白色，我也不是牛仔，不是牛仔裤啊，我这叫工装裤，我这是运动裤。我这个哪叫牛仔裤？哪个牛仔穿这个裤子？都不牛仔吗？那你针对的谁啊，王哥？
没有人穿黑白色的裤子。没有人穿黑白色的裤子。我没有穿黑白色的裤子，应该这么说。正啊，水洗蓝白也是白色嘛。哎，反正一直。那你今天是谁啊？没有人穿黑白色的裤子。水洗蓝白也是白色嘛。没有人穿黑白色的裤子。水洗蓝白也是白色嘛。到我了，是你的，我也是刘雯。我想到我的黑白衣服，我不是刘雯。该你了，你模仿，真的是黑白。最好谈网，谈的挺好谈的，谈爆了。哎，下一个。没有，没有假期，你有没有？有，没有？有，你也没说原来到现在，那你原来北京原来没有？北京没有空气净化器，空气净化器，那空气净化器没几个人，我也没有进空气净化器，有，你买了？进空气净化器，那个写的就是空气净化器，你装的时候我还在旁边呢，那还是你装的，吹风机。哎，那个加湿器，那个空气净化器算加湿器吗？是加湿器吗？你就是空气净化器。哦，我也是。那是标在你的机器上的。你那个是空气净化器，那个小的是那个加湿器。对，赢了一个，一点道理都不见。该张哥了，张哥了，我身上没扣子。我也没。你牛仔裤没扣子啊？你牛仔裤上。你身上，这个上半身没扣子。真的是吗？上半身没扣子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我身上没扣子。就他有梦，就他有梦。看透你了，坐下了是不是？我确实，我看透一个人。借我借我一双婚姻。哎，不要脱了，知道吧？早就脱了吧，我刚刚。真相就是在张真源改成我上半身没有扣子之后，刘耀文就偷偷脱掉了外套。早就脱了吧，我刚刚。才看到我刘耀文脱了，刘耀文有扣子，刚刚没扣子，他刚刚没脱，他是。我和丁哥都拿这个，一票下交，一票下完全。安排了，给飞哥。OK， 给飞哥安排了。祝大家劳动节快乐！